政坛焦点，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早上在脸书上表示，自己将会参选连任新北市长。后来他亲自现身说明，表示他会坐满四年，这也意味着他不会角逐2016年的总统大选。不过对手游锡堃有一些不同意见。也许有人会批评说，为什么我现在才宣布？其实我多次表达过，现任的市长参选连任不是新闻，我不希望太早宣布，因为也许有人会因为选举而扭曲了我们市政的工作。市政会议上，朱立伦说明自己为何迟迟到现在才宣布要参选下任市长。对于外界质疑他可能不会坐满四年，2016年转战总统大选，朱立伦说：“我既然决定参选连任，未来四年我一定会把市长的工作做好做满啊，全力为新北市来打拼。”今天这个决定有跟总统报告过吗？总统一向都很支持我的决定，我想他也很乐见我的决定。之前一度传闻将由现任副市长侯友宜参选下届新北市长，但朱立伦在选前五个月表态澄清。对手前行政院长游锡堃仍质疑：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就说桃园县长没有做完，那行政院副院长也做不满一年就离开了，可看得出来他是这吃碗来看碗外人啦。”之前已经参加过电视政见会的游锡堃，礼拜四6月26号将和台联秘书长林智嘉进行对比式民调，之后将决定由谁代表在野出战朱立伦。新唐人亚特电视陈嘉诚真，台湾新北市报道。